食物老是吃太烫，当心健康亮红灯。食物趁热吃，阿内也袂使，恐酿成食道癌的风险。做饭的时候其实很累，因为你做完三道菜，饭好第一道菜就冷掉，后来我都直接在厨房吃完。医学上还是不建议，就是吃超过60度以上的东西。我们也不能吃太咸，如果这汤出来太咸了怎么办？加冷开水煮，可以把它放一段时间，因为时间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，小明星大跟班。